丁最好吃的时刻，是当你用汤匙挖了一口布丁，即将放入嘴巴的那个瞬间。那个瞬间的布丁，结合了期待以及美好的想象，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布丁哦。但是当你真正的吃到布丁时，那份期待也就会随之下降，或许就会让布丁不再如当初的可口。小狐狸只是一只狐狸的说，没办法从中领悟到什么道理。那今天就说到这里吧。